有请今晚司仪吴昕为佳。有请谢娜何炅。先生们，父老们，乡亲们，男的们，女的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民办非正规第一届金兰奖马栏山国际影视节颁奖典礼的现场。首先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我们的金兰男神致敬。一看这个奖项的吉祥物就知道我们这个奖项不会正规到哪里去。今天晚上是这样的，我们说多久的开场白呢，男神就赚多久。哎呀，好像有点不行了。是他晕了是不是？你真的晕吗？有点迷糊。哎呀悄悄悄悄很棒。我想说走直线，来涛涛走直线，一二三，谢谢大家的支持。你还是知道往话筒这边走。哎，我想问一下，那个你自己与金女神比，你作何评价，优势在哪里？我们都姓金。好，虽然感觉我们的金兰男神和这个金鹰女神的这个形象差别有点大，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们民办非正规的马栏山国际影视节的这个金兰奖还是吸引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入围者，而这批入围者当然不知道我们的这一次颁奖典礼如此的不正规，可是呢，他们还是来到了现场。在过去的2014年，他们曾经在各自的电视剧以及电影的作品当中有过非常亮眼的表演。那接下来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各位马栏山的乡亲们，欢迎来到第一届马栏山金兰奖颁奖典礼的现场。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里，有许多优秀的电视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有几部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佳作，而剧中男演员更是凭借精湛演技杀进最佳男主角的角逐。接下来第一届马栏山金兰奖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红高粱、黄轩。卓儿，咱们现在就该接吻了。接吻？就是亲嘴。因为爱情有奇迹，彭冠英。你叫我傻瓜？你可别忘了，我可是你的守护天使，你可就要被我乖乖的守护一辈子了。金玉良缘，霍建华。你听着，不管你以前受过多少委屈，受过多少气，既然嫁给我了，从今以后我不允许你看任何人的脸色，明白吗？除了我的脸色。侯高粱，朱亚文。但是我规矩，我必须得去。你这就是死了，放开我去。我死了也得去。你走开。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届马栏山金兰奖最佳男主角。欢迎今天入围的著名男演员上场，首先掌声欢迎彭冠英、黄轩。欢迎两位。接下来掌声欢迎朱亚文、霍建华。这奖项很正规呀、啊！哇哇耶！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感谢四位入围者，他们是本次颁奖典礼唯一正规的部分。好，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金兰男神和四位入围者一起合影留念。有谁想把我捧在手中吗？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的特别节目，第一届金兰奖马栏山国际影视节颁奖典礼的现场。哎呀，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金兰兰什么？我刚才可喜欢你们那个男神了。哎，我觉得今天其实请到这四位啊，刚才现场的观众都很兴奋。对，每个人先跟我们快乐大本营的观众来问好，好不好？首先，大家好，我是彭冠英，很高兴见到你们，谢谢。彭冠英很厉害，上次自从上完大本营就长高了，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回家你形容他是什么？那个口号。他不用 believe他 can fly， 他都可以 touch the sky。好了，我们这边呢有我们红高粱的男主角，我们于占鳌的扮演者朱亚文。于占鳌。大家好，我是朱亚文，第一次来快乐大本营，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位，第三位呢也是第一次来到快乐大本营，然后呢他的作品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太多了，因为太多了，笑江湖啊，笑江湖啊，还有笑。好，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霍建华，华哥。大家好，我是霍建华，然后非常开心能够第一次来到大本营。我听说你不只是第一次来大本营，你连综艺节目都很少上，为什么？你小的时候我访问过你。我知道啊，我当初就是第一个节目应该是你主持的。那现在既然这个霍建华已经到这个我们这个面前了，那这个进小句好不好？好。只要你好就好，你好就好，其他的我不计较。但是我也不好意思，那么多年都没。这是何等的缘分！是不是只上过两个节目？真的，你记得我？我觉得你该不会是，你该不会只上有谢娜的节目吧？没有没有。不要这么说，因为其他主持人会不开心的。开玩笑。我都还记得，就是我常常在家里面看你们电视。哦，是。谢谢。对啊，都怕你们应该已经忘记我了。那你想不会不会？啊、你有欲望来到我这个节目吗？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也很好奇，你为什么这次会答应啊？你也不在宣传期，你为什么要答应我们？我是宣传期。哦，你是宣，你要宣传什么？你可以跟我讲。对不起啊，我对不起、啊。我以为是我们的个人魅力，自然的吸引。没想到是虾茶鸡。没有没有。来自宣传期，那问题也不用问了，就是因为是宣传期。没有，但是我的宣传并不多，就是通告并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大饼好好宣传，因为你本来就宣传不多。你快说一下那个作品是什么？电影对不对？电视剧。电视剧。一句都没问，何老师，一句都没问到。这叫一句差，句句差。就是这样，大家印象一定会更深了啊！我们霍建华同学的这个电视剧啊要上映了，是在我平台。你啊、不是，哦不是，这叫一句差，句句差，句句差。哪句在？这么多年不上综艺节目是有原因的，也看得出他的效果非常好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一位呢在旁边，这个其实人群当中还是很抢眼。我们这个红高粱当中有他精彩演出。那刚刚在这个金马奖上拿了非常多奖的这个推拿，他是男主角。我们的这个年轻的演员黄轩，掌声欢迎他。先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黄轩。嗯，很多人觉得他是就是很新鲜的血液，但是其实他老演员了。我以前很早就看过他演的那个电影《无人驾驶》，当时我就说哇，这个男生好帅哦。你不是问我什么是爱情吗？其实我每次把女孩带到这儿，我就是想遇到一个女孩，我们俩坐着什么都不干，就是看看风景。可是到今天也没遇到。突然间红高粱就让你没有关注到他当时的演技吗？我看男生不看演技，看脸。
那今天呢，我们因为他们四位呢要角逐我们第一届金蓝奖的这个最佳男主角，那其实我们看出来他们还会在意吗？没有，他们四个还是多少有一点紧张。霍建华在意，因为他们宣传期是可以把海涛抱回家吗？啊，你说什么？啊，赢了的人是可以把海涛抱回家。不不不，我们真的有奖的，那个海涛只是我们的吉祥物。海涛也只有你不能说你赢了金鹰奖，你把金鹰女神拿回家吗？你怎么想的？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大家先互相这个熟络一下，我们有一个这个爱的抱抱的游戏啊。爱的抱抱游戏规则，参赛者分别代表不同的钱数，游戏开始后吴昕会随机抱出一个钱数，参赛者必须按照指定的钱数抱在一起，错误者淘汰。其中娜娜、朱亚文、霍建华、彭冠英代表一块钱，何老师、维嘉、海涛、黄轩代表五毛钱，究竟谁会最先淘汰出局呢？来吧，请大家听口令围成一个圈，缓慢的走起来，来走起来，来来来，圈扩大，听好了，两块五，一块五，两块五，别，一块五，两块五，别跑了，别跑了，快来一个一块，来一个一块，来一块，一块来了，快点来一块，娜姐，娜姐过来过来，再来个五毛，快快快，来来来来，来你过来，来我来，哎，快点，我要死了，看一下你们，看一下你们，看一下你们，来黄轩，黄轩你过来，维嘉你出去，哎。走吧，扫地去。来吧，来吧。谁让他削掉皮？打扫干净。这水瓶是谁扔的？好，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剩下的朋友们，何老师怎么了？何老师刚才变成热狗，三明治了。剩下的朋友啊，两块，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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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他们这边好自然的两块，哇，好酷啊！哇，好酷啊！这边两块好帅，这个两块是每边都是对的吗？你们那边重新再组，我们这边多少了？娜姐，你一出来，你是一块，你重新再组，你出来就会有人跟着你。你们现在是多少钱？娜姐，你一出来，谁来？你一出来，两块吗？娜姐，你自杀了。你出来了之后，我真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家才正好两块，我以为多了，所以我让你出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中。好，转起来。请听口令，三块五。弄一个五毛出来，对，现在就多一个。何老师，你自己单组一个，现在多了。何老师，你单组一个。何老师，老师你出来，大家都看着你。你再拉一支队伍，你出来拉一支队伍，东出来跟鱼酱一样。何老师，哎，我又不是鱼酱，我又不是鱼酱。我迟早会拉起一支队伍，我迟早会拉起一支队伍，会拉起一支队伍。我们都是成功的案例。要拉一支队伍，拉一支队伍。何老师，何老师，何老师。现在形势非常的微妙，何老师你单独拉，何老师你单独拉，单独拉一支队伍。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一个人特别饿的时候，就把何老师推出去，推出去。谁呀？没事。我觉得声音是从我头顶传来的。你忘了上次你和朱亚文两个人抢我的时候，真是此一死彼一死啊。好，你们再来最后一次，好不好？最后一次啊，好，来，走吧。一块五。于占鳌加油，于占鳌把俊杰领回家，加油。哦，朱亚文，停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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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有两件事情我不懂。第一个，我问一下黄轩，你身为唯一的五毛，你为什么要跑？没有，我想你是唯一的勾一下气氛。哦，勾一下气氛。真的，那我问一下，霍建华华哥，
你身为一个一块，你已经成功的虏获了一个五毛，你为什么还要去抓朱亚文？你要跑？他本来很远的，你已经抱住黄轩了，你又一把把他拉过来，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听到就抓就好了。我感觉正常人啊，如果我是唯一的五毛的话，说来呀，你选啊，站在就是我。他一开始一块五。刚才我们三个几个人在讨论，你的人生的巅峰到来了，黄轩。没有，刚才我们几个人在商量说，看剩下三块五嘛。然后呢，娜娜跟吴昕就说，来一个两块吧。我说来个一块五吧。我说这样的话，只有一个五毛，他们肯定竞争特别激烈。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五毛撒腿就跑。好了，辛苦大家，我们稍微调整一下，进入到我们后面的这个四大男主角的竞争环节，待会儿见。我们四位来到现场呢，其实多少带了一些忐忑，所以呢，今天为了可以让他们在整个的这个金兰奖的这个角逐当中表现更加出色，今天呢，我们四位主持人自告奋勇要当他们的推荐人，就是全程保驾护航。但是呢，我们每个人还是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诚意，或者说你们特别的一些才艺，有什么吸引我们可以推荐你，对，然后让我们的主持人呢可以自愿的来做你的这个推荐人。我们先从彭冠英。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我们每个人还是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诚意，或者说你们特别的一些才艺，有什么吸引我们可以推荐你，对，然后让我们的主持人呢可以自愿的来做你的这个推荐人。我们先从彭冠英开始好了，好，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特别的表现？我自己带了一个小小的礼物，如果你们谁选我的话，我会把它送给他。我看看，然后这个吧是一个会发热的背心儿啊。用来干嘛的呢？然后因为大家知道了，就是演员有的时候冬天会拍一些春秋的戏，就是等于穿的很少，就可能穿成像吴昕这个样子，就要去穿保暖内衣。保暖衬衣。但吴昕还真是怕冷，把这个放到里面穿进去，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像充电宝一样的东西，一点开就可以发热。把这个放到里面穿进去，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像充电宝一样的东西，一点开就可以发热。然后它有一二三四五档，然后可以根据你的体温去选择，然后让你变得又美丽，然后又不是那么的动人，又美丽，然后又不是那么的动人。好，谢谢。OK， 好，这是我们这个各位列入考虑啊。如果谁想推荐他的话，就有机会获得保暖背心。那个背心儿。对。那华哥，你跟大家说说看。生活当中喜欢什么？喜欢看动物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特殊专长，猜动物，看图片猜动物。你是看人看厌了吗？不是要多难的动物才能，但是是稍微比较特殊一点的。好，我们来先看第一个图片。啊，猴子啊，狒狒，狒狒对吧？对，它还有一个学名是比较难的，叫什么？嘴狒。叫山魈。山魈哦，它就是山魈。它那个彩色的那个面很像鬼一样，很像鬼。对，它叫鬼，其实是鬼面，鬼面狒狒。我蛮喜欢这个动物。喜欢它的原因是在哪里？长得像鬼啊。哎，这个我知道，豹子，这个不是，这是老虎跟狮虎，哎，狮虎兽吗？虎兽吗？对，这个太对了，对，这个太对了。哦，狮虎兽，这个很珍贵。华哥，我们说一下它为什么珍贵。因为它就是公的狮子跟母的老虎交配的，这种几率很小，很小，就是能够生存。对对对，而且他们就是小时候有一个，就是说到好像八个月吧，如果说过不了那个时间的话，容易死掉。哎，我觉得其实华哥不是说在表演才艺，而是跟我们分享他平时的一些喜好。其实我们人类也挺有意思的，华哥。人类看多了有点烦。每天在看人，然后就有点烦，到一个地方看看动物。好，这是我们华哥非常精彩的表现，各位啊列入考虑啊，好不好？好，列入了，列入考虑。好的，接下来到我们这个非常霸气的朱亚文了啊。其实我很好奇朱亚文会怎么表现。没有，因为我这也是正经八百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然后对。为了配合快乐大本营，然后我还特意练了一些杂耍。你是在暗讽我们节目是杂耍？不，我是觉得快乐大本营快冷笑一下，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综艺节目啊，是多元的。你看刚才这个送礼物，这个很科普，给大家上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我觉得于占鳌真的很会说话。
好了，你们可以聊了，接着聊聊黄轩吧，聊黄轩吧。是东北的转手那这个书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书好转不好转，因为它比较宽。这个小的不容易转，两本一起可以吗？两个可以吗？双手还没练到双手，下一期的时候就下一期的时候。哎，它转速度非常快呀，你真的可以，就是你可以边转边这样吗？大姑娘美来大姑娘。不要分析。所以你是大本营界的小彩旗，大本营界的小彩旗，小彩旗。好，这是我们朱亚文的这个非常诙谐的一个小特技。那接下来到我们黄轩了，黄轩今天这个一亮相，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艺要跟大家记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来点特别实际的，就是比如说，你累吗？我给你揉一揉。推拿，所以你拍推拿的时候是真的有在学推拿这个事情？对对对，我学了有三个月。这很厉害，你穴位那些都可以找得到吗？大体的保健穴是差不多。你知道保健穴有哪些穴？维嘉，维嘉，你过来。我感觉你身体挺好的，是不是？因为我每天都运动啊。怎样？我觉得你的身体应该挺好的，只考虑一个穴位。哎呦这是什么呢？这是怎么的？这个穴位叫血海。血海，对，血海就是它是生血的，是报仇用的。对刚才你摸了一下它就生血了吗？对，就是说明它这个点反应强，说明它可能工作疲累，休息不是特别好，会不会熬夜？是不是熬夜啊？血气不是特别，血气没有很方刚。血海就在这个膝骨的这个地方。哦，这个，对对对，你真的手很重哎，稍微一捏。对，我的手法还可以。练过吗？对，没事可以揉一揉，敲一敲。好，四位都很精彩啊！一个呢带了礼物来，一个呢转书，一个认动物，一个呢推拿。推拿，哎，好舒服。才都很。哎，刚才那个什么血什么什么血海，血海，血海。哇，捏一捏，我看你们都看得清楚。好，真挨个选择吧，我们来选择，要不选星星，星星先，星星先选嘛。对，我选彭冠英。原因是。因为那个我喜欢那个你粉丝团的名字叫蒲公英，浪漫少女系，对不对？对对对，而且你在拍戏用得上他那个保暖的。对，那礼物不错啊。那个到海涛了。涛涛啊。到我了。你们都优先选。你有没有想喜欢？你们有没有要抢杜海涛的？有可以，我可以。好感人，朱亚文和华哥都举手了。是看见市场还是挺？对。那我市场，你在男生中间要什么市场呢？就是亚文各位同学，那。我要不选霍建华吧？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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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选亚文？就是这样伤害他。他举了手，你又不选他。你为什么要伤害？不是，我跟你讲，他真的没有想伤害他，他真的没想到他们会举手。我也就是，我也就是先简单的互动一下。因为一般问起来都是在这，对吧？然后没有想到两个人这么善良，对吧？海涛今天特别像送快递的。完了，跑错门了，是吧？完了，跑错门了。先生，你要的可乐和鸡腿汤。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我们海涛来，反正你就是伤害了，伤害了朱亚文。那你赶快来安慰一下。我来吧，我先选吧。那你先选。我是因为上一轮朱亚文被伤害了，所以我就选黄轩算了。哎呀，你们这么选的，你们这么选的都没剩几个好的了。说什么呢？不是，我的意思是让他平复一下。我没有说，我就连着说了，我是让他受伤的心平复一下。我先选黄轩，他按了两下，我思维都灵敏。你看我说话都连在一起了。你看我平时说话没那么快的，现在都连在一起了。你看，好吧，你这样啊。娜姐，那你就将就将就吧。他不是将就，他本来就会要选你。他不是真的吗？娜娜，听说朱亚文来上大本营，真的是不是跳了起来？不是，是这样的，我也有选择的权利啊。虽然只剩一个了啊，我也想制造一点悬念。好好好好好，悬念就是我到底是选他还是弃权呢？赵亚文演得很好，我非常喜欢看那个《红高粱》，我肯定要选他，因为我想跟他飙戏。怎么样？每个人都选定了没有？选定了啊！选定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就开始了啊！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金兰奖最佳男主角的推荐会。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四位我们快乐家族的这个主持人来推荐我们的四位非常优秀的男演员。在这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有个短片来让大家更加了解他们之前的作品和他们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来，各位请看。要问现在女生的终极梦想是谁？白马王子、深情阿哥、沧桑大叔，别 out 了，正确答案是他们。首先向各位看官推荐第一组，盗趣呆萌组。曾经他也高贵冷艳，你逃的是幸福，我逃的是天命。但现在他也加入豪华表情包，千万别逼我。快干起来啊，没事的。有人古灵精怪，有人却唐僧附体。大哥，为什么要当匪？我也不希望你一辈子当匪。看见你不欺压百姓，我对你是由恨到尽。觉得你并不是坏人，你根本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土老子不是匪是啥？但是什么事都是有可能改变的。别做土匪了好吗？我这是为你好。大哥，大哥，大哥，你啥都别说了。接下来请欣赏狂野霸气组。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骗我的，现在就说出来吧。你听我说。你别说了，我不想听了。安七元很快就会成为我的女人，请你离她远一点，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对深爱的女人却霸道专情。你是傻子吗？下雨了也不知道找个地方躲起来。是谁允许你擅自闯进我的世界又擅自离开？不等你离开我的世界。这般霸气真是被你承包也甘愿的。而他是令人无法忽视的野兽派。上。撕裂的嗓音。扔扔扔，他们要把你男人扔出去了。健硕的身材。还有开了挂的体能。逃命也是这样的打开方式。霸道总裁，一旦盟主，各位经纪人，谁是你的菜？每一个我们的推荐人好好的来推荐一下觉得自己的这个男主角最厉害的或者是最特别的地方。维嘉先来。我觉得黄轩那个絮叨的那个功底已经胜过了唐僧，就那种碎碎念。现场你设定一个情境，让你的这个男主角来展现一下他这个碎碎念的功夫。这样吧，我觉得让他念叨念叨吴昕好不好？比如说吴昕这个女孩，她有点太宅了，不愿意出去，然后呢不愿意，有没有什么社交生活，你就要把她念叨，就从家里面把她逼出去。随便说吧。你不出来不行，这是我自己啊。我不是，你在家平时都干什么呀？就是你不用说你干什么，但是我觉得在家里也挺无聊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家里待着呢？我还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你不止人还有自然，对，无论是动物还是人，其实外面还有很多风景。对，虽然中国的空气不太好，但是其实也有树啊，对吧？而且这是长沙，但也不是北京。如果说你在北京就不愿意出来，我也理解，因为有雾霾。但是这是长沙，我来几次一看天气也挺好的。长沙太冷。你不用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理问题，这是一个心理问题，就是你肯定是心理不向外面打开。你在家里说明你心里是封闭的，你享受你自我的空间。但你知道人活着是要与别人翻关系。对不起，我有朋友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时不时也出来的。他不想出来就帮帮到你。好，非常厉害啊。好，那下面到点上了。对，说到点上了。你看他的症结是你心里是排斥别人。他说的挺好的，说实在他很会说。因为他就像推拿一样，慢慢的就找到了吴昕的死穴。而且他的问题是，他言之有物的。吴昕，你被他说动没？非常。我觉得他是有灵魂的一个帅演员。越来越高的肯定。海涛，推荐一下我们华哥霍建华，你觉得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觉得华哥呢，他特别可爱，他也是就是特别呆萌，而且他自带各种表情包，然后他可爱的。不要重复刚才短片里说过的内容。这都让你发现了，发现了，这么厉害！还有一句，他为了做表情包也是蛮拼的哦。我马上就要说这句了。
所以不如让他展示一下就是各种抱女孩的方式吧。就是前面不管说什么，重点是想看华哥怎么抱女孩，因为他想捅破那层窗户纸看看里面是什么。但是华哥你可以选择台上的任何人来合作，不见得非得是女孩，女主角可能稍微胖点也可以吗？可以啊，你说海涛吗？对对对，可以啊可以啊。华哥你腰、OK、这对我也是一个大考验，稍微示范一下几个我在比较一些老套的一些抱的方法。我觉得用海涛就用一个好了，然后可以再换别人，因为腰还是要。华哥你稍微注意点，我腰不好。好，华哥你注意点，没关系，我抱我比较伤腰。没关系，我就对海涛用一个那个简单一点的好，简单点的哈。你是那种像每一部戏都是像我演很多古装片嘛，是，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生离死别，我其实每一部戏大概平均都会有五个人死在我怀中。师娘，师娘，师娘，师姊妹，今天就来示范，死在我怀中，好。好吧，然后自求多福吧。现在死在你怀中的姑娘已经可以绕马栏圈一圈。马栏圈一圈是什么东西？你这样，你演一个情境，就过来说华哥有你的快递，然后你就快递小哥很辛苦嘛，好不好？好来啊，那这样吧，那太祝福了。双十二啊，双十二快递那么多，快递员也不容易。好来，快点，华哥。你没事吧？海涛，海涛，海涛！这样的动作，我在基本上每部片子都会做。那对，但是没有那么。这次最特别，因为华哥我也感觉到你应该第一次抱的这种就是冒着眼儿戳到自己脸的人吧。而且你刚刚跪下去的时候，明显听到膝盖，没有想到会有那么重。对，没事，我用我泄的劲儿。华哥，我死前还有一句话想说。你还没死呢。华哥，我临死前好，你可以把快递单签收一下吗？好，这是一个啊。下一个方式，我们来找黄轩吧。黄轩来试啊。黄轩来好，那个稍微娇小一点的。好，你右手慢慢放。现在假设就是说。他这是一个也是我在电视剧里面常用的一个一个老土的一个抱法，就是女生要离你而去，但是你狠狠地把她抱起来。啊，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抱，主要是那个狠狠抱住那个力量啊，依依不舍的感觉，好吧？就是那个女生啊，女生，好，说完走，手给我。这个意思好吧，大家可能看不到黄轩的表情，他非常的入戏。对对对，黄轩你照放上去是这样的。对，为什么我的解读不一样？我是觉得黄轩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非常好非常好，我们谢谢华哥，谢谢也谢谢黄轩，辛苦了啊。好，下面我们请我们吴昕来推荐一下我们霸道总裁，我们彭冠英同学。我觉得他的角色就是特别重现在女孩那种点，然后因为霸道，然后又红又有钱，你想要什么给你什么，任性。然后他那个剧里的台词就是很走红，比如说谁允许你擅自闯入我的生活，又擅自走了出去。不要再背刚才短片里面的台词。这招我用过了，我这招刚用完嘛，傻呀。我以为你们已经忘了。好，那你觉得他现在有什么可以展现他非常霸道又非常温柔的形象呢？我觉得你就经常给别人送东西嘛，就送那种那种东西可以展示。我觉得这样东西送快递吧，送一个那种温暖的东西给你试一下，现场试一下，展现一些非常特别的这个温暖，对，好不好？霸道总裁，这围巾好长啊，叫我带就拖地了吧。那我你转身你问我吧，然后你回，你看你要不要回答？好，你冷吗？不用回答，我知道。看你的样子就很冷，没有关系。我这里有条围巾。这不是体验，不要多想。怎么样？现在还冷吗？有点累。因为它太高了，是吧？它太高了。哎呀，我看不见了。
哎，别怕，别怕，别怕，我可以带着你。谢谢。好，这个围巾，围巾一个长长的围巾。我们接下来娜娜来推荐一下你的这位男主角的候选人。哇，这个男主角真的太棒了，能吃能喝，啊，有体力，是生活能自理的意思吗？敞亮，是吧？这样的，你一直就是有一个心愿，是想要跟于占鳌一起演一场戏。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精选了一段，然后你跟于占鳌两个人，我们在现场来，这个再现一下。你换了气罐了？我刚从气罐那儿回来，气罐没法救。娘，不能去，鬼子张志猛等你呢。但是我规矩，我必须得去。你去就是死，放开我！死了也得去。去，放开！娘，娘，我为你为。哭了，他们闺女没了还不哭？来来来，好，这段不行哎，哎，可以的，哎，而且这一场我们也有马，好不好？来，哇，这样吧，你先拿着它，然后开始激情戏的时候，就感情戏你把它扔了，别这一段好难演啊，加油，两位加油加油！不是不是，你就演出你这个风格的九儿，因为你一直说你不是觉得旭儿演得很好吗？对，旭儿真的演得很好，旭儿。真的很好，哎呀，可以细说是吗？我跟你说，你认真的演就最好笑。不行，我不行。好，来吧。高跟鞋不能在高粱地跑的。哎呀，我不行啊，怎么办呢 ？Action！ 加油！战鳌。马先死了。继续继续，那个于占鳌的台词先。占鳌，气罐呢？我问你话呢，气罐呢？气罐，气罐在那边呢。在哪儿？我刚从那边回来，气罐挺好的。我闺女真在日本人手里。你怎么知道？迅告诉我的。不，不要走，不要走，还我的马。上马，这段得有马。你带我走吧，我们一起去救齐官。那是我闺女，我必须得救。那也是我的闺女啊。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战鳌，你看那边有个高粱地。九儿，嗯，你怎么能这样呢？哪的声音啊？俊杰，你怎么在高粱地里面蹲着？刚才我看得可清清楚楚。我跟他什么都没有。我要跟你单挑，我要跟你单挑。好，祝你们两个幸福。好，谢谢谢谢谢谢。在推荐他们的特色之后呢，马上进入到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请笑。再继续。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马上进入到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请相信我。第一轮问题，世界上最有创意的电影院，玩家谢娜、朱亚文、维嘉、王轩，究竟是什么样的创意，请和霍建华、彭冠英一起来猜吧。好，那我们这一轮的题目是，请问世界上最有创意的电影院在哪里，它为什么有创意，票价又是多少呢？各位请看你们的提示板，大家都开始仔细地打量这个题卡，而华哥和彭冠英呢也在认真地打量他们每个人的细节。好，我们依次来叙述，首先是娜娜叙述，世界上最有创意的电影院在哪里？在迪拜。在迪拜，嗯，就先说这么多是吗？好，亚文在哪里？有什么想法？在冰岛。好，维嘉在伦敦。在伦敦。黄轩冰岛。在冰岛，两个都在冰岛。好，想听谁多说一点？我想听娜娜多说一点。好，这个电影院是在迪拜的一个水下，它那个酒店是在那个水上嘛，然后那水下它有修一个电影院，那个电影院是在水下的电影院。
我不能，我一次不能说太多，因为它只有小小的一段。够了够了，到时候还可以叫人家说。还可以再问，嗯，黄轩还是谁？我想听维嘉说一下。对，在伦敦，这个电影院在伦敦的泰晤士河旁边，然后它的票价是英镑的话是25磅左右，折合人民币大概是250块钱。对啊，是汇率是十吗？对，250，是真的是250块钱一样。你想知道这个特别在哪里吗？创意在哪里？特别在是大家泡在按摩浴缸里面看电影。那怎么进去呢？大家脱了进去啊。或者是你穿泳装也可以的啊，真的。不穿可以吗？不穿是不行，因为毕竟电影院是公共场合。公共场合你知道吗？知道，我以为是私人的那种。嗯，还可以叫人说吗？还可以啊，还可以是吧？嗯，我这个价格是200美金。萱萱，你说一下。来，200美金一张啊？嗯，他说200美金。200美金。哎，黄轩。对。萱萱。我说的这个电影院它是不收费的，它就是在冰岛的一个叫什么小镇来着？莱斯托卡小镇，它是那个地方要砌很多的那个，建很多的冰墙，然后它为了就是测量这个冰墙到底它就是建的光不光滑，它会在这个上面放电影，然后而且是只放那个黑白电影，然后来看它、这个、差不多的，对对对，听半天也没听懂，对，亚文说一下可以吗？对，亚文，这样啊，拿麦，亚文，它特殊之处就是它没有幕布。没有幕布，没有幕布，是什么？那他怎么看？他是，刚才他说了用冰箱啊。哦，你跟他是一样的。我也奇怪了。就是你觉得是黄轩之前可能搜网搜到了节目组给你的这个一样的一个答案，对吗？我不知道，所以我想问你有没有可能是两个人都有。哦，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一个人碰巧在网上查到了或者是看到过一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俩都在撒谎。撒了谎了，对吗？啊，有决定了吗？有。这一轮你们要淘汰谁？这一轮我想先把娜娜给淘汰吧。怎么可能呢？我这个是在迪拜的一个水下。哎，原因是什么？就说太多吧，就不太好。没有说太，我没有说太多啊，我是说一点，差不多就可以了。不是啊，我每一次说一点，因为我以前老是一下子就把所有东西都说完，就没有神秘感了。作为一个女人，还是应该有一点，保留一点。你要淘汰我，我就先把这个说完，然后你把我淘汰了，好不好？好好，多说一点，没问题。然后他是在那个一个水下，那个水下他是怎么？他整个是在水下有一个隧道的感觉，然后他旁边有吃饭的地方，但是吃完饭的话，要进去看电影，他是得这样，你知道那个椅子啊，他就是这样，给扳倒，扳倒以后，然后就是有一个，你知道运输的那个通道，然后只能两个人看，是情侣的。200美金一张票，然后这样躺着，然后呜就这样进来。注意是在水下哦，在进的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那个海里面的那个东西。到了这儿以后停下，然后这上面是一个幕布，然后就可以看电影。华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娜姐说那个地方呢，我有印象，那不是一个电影院，是一个餐厅。我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如果是我在下面的话，我宁愿看鱼，我也不想看电影。啊，不不不，你说对了。是这样的，你一路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海下的鱼的那个景象。这你说的那个餐厅是在旁边，他们是有隔壁。华哥，我觉得娜姐好心酸呀，要不然留她一下。娜姐的意思是这个餐厅跟影院是一个物业。华哥我跟你说，我真的很怀疑人家。我觉得于占鳌和俊杰他们说的都是对的。我觉得，那你为什么说的对？难道我是错的？不是，他们说的有理，但是没有那么夸张。我这个真的是有。是的，维嘉，你问两句维嘉。你觉得我的破绽在哪儿？华哥，我跟你说，首先你维嘉的破绽是什么？你想一想，他在说多少钱的时候，换算成英镑是多少多少。我们给的这个题目肯定直接说的英镑，如果是在伦敦的话，所以他说换算成英镑是，然后自己还卡了一下，然后自己
他就一次性的笑了一下。然后他的票价是英镑的话是25磅左右。对啊，是汇率是10吗？对，仔细想一下，华哥。好，华哥，你现在有自己的决定了吗？霍建华，我自己是有决定了。决定这一轮还是就坚持吧，把娜娜给揪出来。啊，就是这么多话，我就是白说了呗。不是不是，至少给你空间表现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谢娜到底是不是在说谎呢？游戏结束。骗子。谢娜出局。接下来三位继续陈述，朱亚文先来描述。之所以是在冰岛，因为它有一个极夜的关系。极夜。极夜，对。然后以此来区分，从几点开始放电影，告诉就是游客，就来区分这个时区划分。听听同样的黄轩的。好，黄轩那个版本。票价是真的是免费的，对吗？不收票的，就是那个。票价是融在那个旅行的费用里，就是一套的这样的。免费，它很昂贵，非常昂贵。啊，维嘉开始阴不阴阳不阳的说，套票，套票，一淘汰淘汰一队。啊，来维嘉补充一下，补充一下你伦敦。大家很质疑，就是大家比如说穿得很少去泡澡的时候看电影，其实不用担心，这个电影院是一个屋顶的一个电影院，所以他并不担心别人会看到你。第二个是他除了看电影之外，他可以看到泰晤士河的夜景。那个电影院同时有多少浴缸可以一起看呢？多少浴缸是吗？他没有说多少个浴缸，但是说了每个浴缸可以容4到8人一起泡澡。这是全家套票吗？是的，这个是非常适合，就是那种卡座，对不对？卡座。那25英镑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缸？25块钱呢是一个人，如果你包一个缸的话，可以打折。有这么细啊？单人和包缸都有啊？你登录上面的网址来联系我们包缸。比如说一个电影啊，1个多2个小时，有的电影还3个小时，得泡肿了吗？如果泡太久都皱了，泡烂掉。皱的皱的。我是有考虑这个问题了，所以的话，它应该放的是一些比较短的片子，就不会。是微电影还是 MV？ 5分钟吗？极限是多少？那如果在中间，比如说我看电影中间，我想要上厕所，他没有写这么多。来来来，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哈，有决定了吗？决定了，还是想把维嘉给淘汰吧，对啊。饮料和一些东西要自拿。是真的，他是这么写的，真的，你们相信我好吗？到底是不是维嘉在撒谎呢？决定了，对不对？决定了。来，我们看一下维嘉到底是不是在撒谎。来，三，不用看了。等一下，不用看了，真的。我还是第一次，这个票价。包括了泡澡和看电影。佳佳还要求不看了，他看都不想看了。这一次，第一次出现了猜的人都不想看你的本子。我现在不用再演那个看了，我这么失败吗？我不敢相信，真的稍微的。我这个人像说谎的人吗？啊，接着该那个朱亚文怎么说了？说谎的人鼻子会长的。看起来蛮长的，我觉得真的，我不能再长了。来，三，你这样没意思了。二，你不怀疑他们，就盯着我怀疑。快点，快点，揭晓。拜拜。你觉得我的破绽在哪儿？我们给的这个题目肯定直接说的英镑，如果是在伦敦的话，是大家泡在按摩浴缸里面看电影。那怎么进去呢？同时有多少浴缸可以一起看呢？那如果在中间，比如说我看电影中间，我想要上厕所，他没有写这么多，还要演。他人很好哎，啥？哇，真的是你？没想到，我哪一个说错了？你们看大屏幕，浴缸电影院，25英镑。25英镑对不对？你们问我有多少个浴缸，我真的回答不出。他没有说多少个浴缸，他只说每个浴缸可以容纳4到8人。好厉害啊！他这里没有写包缸啊。包缸那是因为包缸那个。对呀，那个包缸太扯了。
你想想我们五六个人，你说我们五个人快乐家族在那个缸里面还会允许别人再进来吗？所以就把它包下来嘛，把浴缸包下来嘛。可是你讲的那个感觉真的太假了。你演的很假，但是又是真的，就很厉害。我没对，没有没有，他真正的就是让我都觉得怀疑，就是他从开始换算英镑到人民币那个过程。25英镑现在查汇率真的就是250块钱一张票。我没有。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祝贺朱亚文和黄轩骗人成功。好，霍建华失败，没有保护好维嘉。好，我们下一轮。第二轮问题：世界上最特别的祝福习俗，玩家海涛、何炅、彭冠英、霍建华，默契搭档朱亚文、黄轩，究竟能不能通过考验？世界上最朱亚文和这个黄轩啊，这个看清楚了啊。同学先开始，从哪边开始说？你们点，还是冠英吧？你们点。别，从海涛开始吧。他怎么笑那么开心呢？好，这个真的太扯了，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祝福方式。说，这个是在马尔代夫，因为马尔代夫大家知道是旅游岛嘛，他们有一个祝福节，这个祝福节就是比如说我们互相不认识，但是我看见你了，我想祝福你就，我想多祝福你几下就。就是一直这么打你，就打自己，就是在祝福。那我就想问，过来，真的，真的，所以我看见我也觉得像闹着玩似的。现在投票吧。好，别，那接着还有问谁？来，黄轩和朱亚文决定一下。何老师吧，何老师。何老师，在美国，感恩节好过。下一位，观音。这个跟新生儿有关系，那个地方是在一个，对不起啊，那个地方叫南极，啊，叫莱索托王国，啊，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少数民族，嗯，跟新生儿有关系，索托王国是个少数民族，就是像部落一样，像部落一样，上面写的是王国，对对对，什么人种？黑人。哦，上面有照片。对对对，阿哥，阿哥，他是在南非。多一点信息，多一点信息。一直肯定的点头。在一个土著的部落里。土著的部落，南非。对，他是在他们打猎收成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仪式。对，祝福的仪式我晚点再说，因为一次说完不好。他前面写的不是很长。最后冷笑了一下，耍狠。我建议你赶紧说，要不然你一会儿就没有机会了。他就是打猎收成之后，所有的这个土著的这些，我们应该算是就是说土人了啊，他们会围在一个群，叫什么？原来都是土人，原来他们叫土人，没有，是不是他们有金木水火土，有五个部落集合在一起。对，我祝福他们。你那个更蠢，那个是黑人那种，他们 NBA 球员那种，hiphop 那种。现在两个人已经到了互掐的阶段。那就是说他们打猎收成之后，然后有打了各种的这种那个猎物啊，然后会摆在旁边，然后中间生一个火，生一堆火，然后一群的这个土著吧，他们会围在一圈，围着那个火堆绕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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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绕个几圈之后，他们会整个头全部顶在一块，嘿吼嘿吼嘿吼，分开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仪式。这个黑头是上面有的还是？那个我自己说的，因为我他那个写的我看不是很懂。没有，就是那你就念一下就好了。你刚刚说的也说的不多，你就直接念一下文字。拿起来一点念。哎，也差不多跟我想的。啊，差不多黑后。啊，差不多黑后。差不多黑后。什么意思啊？翻成中文之后就是祝福你的意思。明白了。我觉得好难啊，就要玩黄轩好难，霍建华和海涛都好值得淘汰。其实呢，我刚才跟黄轩商量的是呢，要么就是直接让建华出局，因为我觉得他太煎熬了。因为我觉得那个舞可能后面他还能编出来。哎，是的。你再编点新的舞。因为他现在只是散开嘛，他下一轮可能就是往火里。对。要问谁？其实我想听听何老师，何老师只说了感恩节，什么都没说。要听吗？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祝福方式，主要是它跟传统的祝福方式呢是相悖的。大家知道感恩节的祝福方式是吃火鸡，
但是呢，在美国是在1949年之后有一个新的对感恩节的祝福方式，就是美国的总统会放生一只火鸡。我和娜娜还配过一个动画片《火鸡总动员》，讲的就是这个。还有海涛，还有涛涛，我们三个配过一个，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故事。啊，现在几个人都说了，你们这一把要淘汰一个人的话，你们要淘汰谁？我觉得把海涛跟建华先留下，你们两个随意都可以走。海涛、建华留下，你们两个随意的走。不不不，这个游戏的宗旨是要自己选择先走还是后走。你听一下海涛这个，我觉得他这个都不称其为一种祝福方式，这只是一个见面打招呼的手势。这就是一种祝福，我后面一会儿我还有两个。而且我不信一个这个上面文字是不是会写出那个舞蹈什么肩膀肩，海涛呼哈，这不可能。哎，描述再说述有有，马尔代夫怎么可能又会有一个王国，然后又是少数民族？这一听，编的呀。我可以说。哎，刚才那是什么王国来的？啊，您这样好了。莱索托。你再看一下。莱索托。在南非。是确定是莱索托吗？对。罗老师那个吧。我知道这个放火鸡的这个事儿，但是绝对没有我这个特殊，因为我只给你讲了一半。生了孩子会有性别吧？对吧？有男有女。当然，男孩和女孩的这个祝福的方式是不同的。如果是男孩的话，他们就会拿这个棒子去打他的父母。然后如果是女孩的话，他们就会准备着水，就会泼到他们父母身上。不是，刚刚生下来孩子连说话都费劲，你怎么让他打父母啊？他自己站起来。不是，我说是邻居们。哦，邻居。对，是他其他的。那这个邻居们是随便什么邻居都可以吗？因为部落他们只有一个小村庄嘛，就是。哦，想起来，今天我路过了。过去帮敲一下。那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OK， 你们再决定一下好了。现在已经说了差不多了，这一轮要决定淘汰一个，请选择何老师。不要犯上次华哥犯的错误。没关系，不然这集时长都不够。真的要威胁我们？不是威胁你们，没事，还有后面还有一轮，如果你这一轮直接出去，还我们背了一轮被审题是吧？你想想啊，你仔细想想啊，这个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还有部落的舞蹈，难道我刚刚说的那个不是最可信的吗？生了孩子打父母。彭怀英，要不你再想一个吧。开始攻击，开始拽另外一个人一起走了。好了，决定。确定啊？要不后悔对不对？一次还是？不后悔啊，确定。你们两个怎么这么坚定？对，史上最短的一次，请相信我。我刚说的那个不是最可信的吗？在马尔代夫有一个祝福节，就是一直这么打你，打自己就是在祝福。莱索托王国，生了孩子会有性别吧？如果是男孩的话，他们就会拿这个棒子去打他的父母。他是在南非，他们打猎收成的时候，然后一群的这个土著吧，他们会围在一圈。啊，这不对配合，啊，这不对配合。假的。好了，接着我觉得那个接下来你们想要听谁说？我都好想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三个都好扯。我觉得还要听，我听那个华哥再讲一下。华哥后来还有什么舞蹈？就是说刚很多东西已经细节都说了，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把那个猎物拿来中间的火堆烧烤吃掉。你这样，你再把刚才你那个就是整个过程围着火堆跳，还有海涛一起那过程加上祝福的，一样的再来一个。好，肯定是要一样的嘛，是不是？来，预备，开始。转圈。走向前。啊，这不是祝福。啊，这不是祝福，这不是祝福。不是这四个字，华哥。这不是祝福。华哥。你要不带着海涛一起祝福，你要不带着海涛一起出局算了。听一下我们黄轩跟雅文，你们两个好难啊。对，海涛你再说一下你。哎，好嘞，好。种族啊，各个民族啊的人都有，然后见面了之后可能语言不通，但是见面了那个节日的时候就可以。那是什么节日呢？那什么节日吗？祝福节啊。祝福节。我听过感恩节。他上面写了几月几号？他写的是几月几号？祝福没，他就写的是每年到愚人节那天。你当我们都是傻子？4月1号愚人节的时候。他就是
时候四月差不多可以停，对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不一定，你们要就是好好想啊，因为不用想，刚才我那个那么靠谱都不是真的。是海涛，那个海涛没危险，海涛不危险，对，因为海涛刚才我被那个淘汰的时候，他整个人说，哦呦吓死我了，说明他不知道谁是真的。我觉得一马戏的对不对？这一把要淘汰的是海涛。你们不觉得这是一个祝福很好的方式吗？特别好，四月多少号？但我们更喜欢。对对不对？对对不对？刚才是刘，杰里太神奇了。我对 ，OK， 三二一，亮牌。继续，三二一，亮牌。我是假的。杜海涛。好，现在只剩华哥和彭冠英了啊！两位再稍微多给一点信心吧。对，多给一点。来，彭冠英给我们一点信心，为什么你是真的？打邻居，打父母，泼父母。我这上面写的该说的都说了。哦，没有更多。华哥，中国好编剧啊！要不然华哥最后这一 PK， 我陪你跳一段，咱们俩对话一下，然后就结束吧。好好好，来跳一段。来跳一段，跳一段。再证明一下你刚才那不是编的，就按照上面写的那个过程是怎么庆祝的。要不要大家一起来跳一遍？换搭档了，换搭档。对，我们一起来，不要吧，快不要吧，三千的祝福。会，一二三，低头。三千的祝福。哎，华哥应该也没有想到会玩这么大。在他们两人中间，你们要选择。这回应该就是凭你们直觉了，因为他们两位其实把能讲的都讲了。对。现场的观众已经都能猜出来了，是谁是在谁是真的？对，谁是真的呢？你们认为谁是真的？那个，我觉得观音是真的，彭观音是真的。对对对，好，所以你们要淘汰华哥对吗？确定哈？嗯、好，华哥为大家跳了那么久的舞，确定。好，来看一下华哥的三二一。好，我们来展示正确答案，最特别的祝福方式来自彭观音。好，在莱索托王国，习俗是婴儿出生后邻居们前去祝贺的方式不同，如果是男孩就用棍子敲打父母，如果是女孩就向父母身上泼水。回答正确，莱索托王国。好，祝贺两位保护彭冠英成功。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请相信我。那最后呢，我们进入到一个最后的残忍的一个环节，叫做一二三木头人。好的，准备好了吗？没有气势呀，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一二三，停。黄轩，你有本事坚持。但是朱亚文老师，我刚才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华哥他跑过来的时候，他刚才这样了，他开心的。谁？华哥还动了舌头，动了舌头可以吗？动舌头算动吗？好，大家说算，请回到原点。不算。朱亚文和黄轩他们两个已经撑不住了。好，那继续啊，开始，一二三，停。何老师卡住了，他自己选择回去了。何老师，你别走啊，我没看见你动啊。我只看到那根杆动了。何老师卡住了。黄轩，你为什么每次都是那种难拿的姿势啊？你平时是怎么走路的呢？啊，算了，开始，一二三，停。哎呀哎呀，都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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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轩是在空中吧？一二三，停。哎呀哎呀，都哎呀哎呀哎呀。而且他顺道把那个彭冠英给撞飞了，两个人请回到原点。啊，被上去哭的也要，因为你挡住了他的路。佳佳，从我的这个位置看，霍建华步子再大一点就要裂了。哎，我就不能忍了，你嘴唇一直在动。他有一种那种，你想说什么吗？他想说撒进了祝福。好了，接下来霍建华要上独木桥了，我就不信。开始，一二三，停。你说一二三停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木子。先不用那个，这就是时间，你看这个曲线。
你先管好你自己。报告佳佳，黄轩又是这样。黄轩，你是歪脖子树吧？好了好了，各位听好了，各位听好了，各位听好了，开始，一二三，停。报告佳佳，报告佳佳，何老师又卡住了，何老师又卡住了。佳哥，你终于可以报仇了。何老师他又卡在这了。何老师，上次你送我多少次我在空中，我这次就还给你多少次你在杆上。何老师把这个杆儿都给你。霍建华以为他是一个体操运动员。好标准啊，瞧这个体型。不是，你们能聊快一点吗？我快撑不住了。我接下来要表演个大变活人。好了，开玩笑啊，开始，一二三，停。何老师，我建议你还是出发为，如果你要到达梦想，现在就要启程。好，来了啊，开始，一二三，停。一二三，停。哎呀，哎呀，哎呀，四个人，这次我们丰收了，四个人都垮了。点出他们的名字，是他们分别是霍建华和我娜姐，还有歪脖老祖，还有大长腿。访问一下旁何老师，何老师，我提醒你，下面又要到你卡住的地方。大家来预测一下，何老师会不会卡？观众的呼声啊！听好了。各位木头人，开始，再一停，再一停，再一停。嘉哥，何老师又把杆给压弯了。但是他没动，但我看他坚持多久不会动。何老师你好棒哦，你这次没有回去哎。因为我忍住了，快一点。开始，一二三，停，一二三，停，停。什么也没发生，就是何老师回去了。为什么呢？他疼。谢了，你是要人标枪吗？你们现在好有那种奥林匹亚的精神。你看，这个是奔跑者，这边是扔标枪的，掷铁饼的，还有两个在远点的，两个是裁判。加油啊！好，现在我来监督你，来喊一二三停。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停。停！我看到前面一座大山倒下。哇，彭冠英说了个子高重心不稳是真的。好，再来继续，预备开始，一二三，木头人停。何老师，何老师，我喊你也卡呀。何老师，这应该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你跟杆儿的问题。好，该冲刺的，该爆发的，抓好机会啊！预备，开始，一二三，停！来了一个了，恭喜！第一个过关的是朱亚文。但是这个节目不是比第一个，是比最后一个。当第一，旁边休息一下，帮我们一起。朱亚文，给你一个机会，你来叫。对，你对着那边背面啊，预备，哎哎，预备，哎哎，预备，哎呀，回到原地，怎么会在这种你关键时刻发生了什么？你都是老江湖了，因为你在说预备的时候，他就动了。开始，刚才都没有预备的，直接砍，还开始，刚才都没有预备的。刚哥，我真的不敢相信，你要听清楚，只有开始才能动。报告，我真的不敢相信，因为你。因为你数预备的时候，全场都非常的安静，我只听到了华哥的声音，搓搓搓搓，往前搓的那个声音。等一下，等一下，现在是我第一吗？是我吗？何老师手，何老师手刚才一直这样抖，所以回到原点。好了好了，何老师给你一个特权，何老师你太辛苦了，因为我有信心你这个地方你站不稳的。
预备，开始，一二三，停。快上去！快不行了，不行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华哥又超过了冠军啊？霍建华，你明明刚回到原点，你怎么又到这儿了？给你解禁。快啊！棒，你快就好。好，我来了啊！我来这样，你们看清楚啊！同学加油！开始，一二三，停！我不敢相信华哥冲上来了，不是我是第三个吗？哇，现在看到跟黄轩好稳哦。一个代表俊杰，一个代表九儿。这一把呢，我们让角色当中的于振敖来喊，好，就看他这一把把谁喊下去。娜娜，你有没有信心超过黄轩？心里一个诧异的眼神，有没有？可以吗？可以。对对对，这个按实力啊，慢慢来，我过去了，你也就过去了。来，振敖，预备，开始，一二三，停，停。What a wonderful 停的时候你在空 中我们有回放，要不要看一下？停的时候你在停的时候你是落到一半，一二三，停。对，在空中。对，你同意吗？停的时候一半吗？我同意，因为我们这个游戏就叫在空中。现在改了，这一轮叫在杆上。报告，何老师又卡那儿了。何老师，你怎么又？你们何老师，你换着各种卡呀。这次是用生命在卡。何老师，你以前是双腿卡，现在是腰卡。真的是卡卡呀。好了，各位，听好了，听大家听好朱亚文的口令了啊。开始，一二三，停。哎，但你们都解禁，看一下黄轩。他每次都要这个姿势把自己看到。为什么前面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不跳古典舞，他都在这个环节跳的？你有什么资格像别人？你们两个这个同样的姿势，一个看出是学过古典舞的，一个看出没学。哎，我不敢相信，吴昕十把了还在这里，现在华哥居然排到第二了。记住他的秘诀了吗？玩这个游戏就是要快。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停。振敖，你为什么这样对九儿？如果你不让的话，九儿就过了。为什么九儿的命这么惨？因为我更喜欢俊杰。What？ 战敖，再见。再见。大家前面的人可以解禁一下，看一下黄轩啊，他是在跨。准备。开始，一二三，停。我的一身。黄轩一开始学过古典舞的呀。好，继续继续继续，加油加油。开始，一二三，停，一二三，停。你到底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在关键的时刻是踩秃噜了。华哥没动，华哥没动。是这样，我的脚观音掉下来了。我这个脚是不是太大了？对对，不容易不容易。华哥这只手，看华哥那只手。哎呀妈呀，非常六加七呀！华哥这个手是算一算该赢了。预备，开始，一二三，停。好。佳佳，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嗯。黄轩。黄轩的路线不对呀、啊。可以直接这样加班吗？黄轩，你应该上独木桥的呀。对，跑过了。没关系，没关系，他只要不从这儿上桥，他待会儿退回去就没问题。退回去上桥是吧？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因为我在这儿。好了，来了啊，华哥你来喊。啊。开始，停，停，停。好高兴，星刚才在空中。没有，还一二三。你要适应每个不同的口令。对，我刚才就被亚文那个搞的。好，吴昕。有的人闪了腰，有的人摔了脚。你绝对是在空中，你回去。停。
真的咣当一下，他真的是在空中。稳住啊，谢娜，稳住啊，黄轩，稳住啊，来，你们看看原点，这不是送围巾的那一对吗？围巾组合，预备，开始，停。哎，彭冠英，你不是刚才在？哎，我是有两回合不在吗？是的，他是从原点刚来的。我是刚一回头飞过来的，直接飞过来的，看见他在这儿了。OK， 好，继续，开始，停。哎呦，吴昕这腿撇的呀！让我换一下。好，又回到亚文这儿了啊！预备，开始，一二三，停！一二三，停！吴昕，你就是要怪喊口令的人。最后一名是吴昕。结束了。结束了。每个人都过了，不丢脸。上一次最后一名是我。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届金兰奖马栏山国际影视节颁奖典礼最后的颁奖环节。鉴于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金兰奖是一个民办非正规的一个颁奖典礼，所以呢，我们的颁奖规则只要你来，人人有奖，就是这样。而且因为我们这么一晚，对，我们颁奖典礼因为也没有组委会，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同意。那接下来就进入到颁奖环节，由每一位推荐人来给自己的最佳男主角颁奖。获得金兰奖的有黄轩、彭冠英、朱亚文、霍建华。好的，祝贺四位。好，因为时长关系，我们就不发表获奖感言了，好吗？好，来，请各位站到中间。这么不正规。